主料，紫菜150克，鸡蛋一个，辅料，油、盐、味精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鸡蛋打匀，鸡蛋不用多，一个就够了。紫菜150克左右，锅中放入清水，再放入紫菜，放油和盐，将水煮开。煮开后，放入鸡蛋，用筷子均匀的搅拌，再放入味精，就可以出锅了。完成了，呵呵。烹饪技巧，紫菜不要太多，鸡蛋只有一个就够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